是没有这些灯光怎么会漂亮？漂亮是因为你觉得它漂亮，但是它的那个光度跟辐射很厉害。是哦。那个后面是什么看度？打卡就知道啦。安呐、啊，工商银行哦，你看到一个安、啊。觉得这个房子不好看。然后晚上就好看了。你看这个还有一个老头儿、啊。中国工商银行，现在这个谁？红地五年。他就是那个光线啊，全改变了光线，删掉了光线。不会，唔中唔中，我想看下，应该是有点变。好玩了。知道小街道看的。伊遐，看迄顶帽啊，知啊。伊遐无？有谁会有国旗的帽子？就是他。为什么？下课了。够了，15340了。好，下班了哈。你还差2000多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跑得蛮高一段，是吧？我站了不2万步了，你今天可以达到2万。